这个啊佛法的内涵也必须要经过这些每一部分，是六度万行，这个必不能少。那么下面上面的道理以及经证，以及经证啊，下面呢就是特别的来一个分辨跟测破，有很多错误的概念，因为一开头的时候已经呢、啊、有说明了啊，就是那个堪布啊，那个汉地那个堪布，在印度留下，在这个西藏留下了这个恶劣的影响。那么下面就是啊，善巧的辨别它。又若这位无因修空于不因修，此正轻微跌之而善测破。说有的人还执着是只要学空了、啊，其他都不要了，空当中具有一切，这个不对。佛陀他亲自啊测破这件事情，所以佛陀所说的弟子的话就是啊错误的见解，这个见解跟世尊所说的相反的，是地体相反的那一种说法不对的。看佛陀老人家亲自说明，为若古尔这菩萨是度劫行事或施如等邪尘坏秽未解了矣。假定像上面所说的，上面怎么说啊？那你安住在空当中就对了啊，因为你所有的分别都是啊分别啊，那个分别啊都是啊生死当中的事情。佛陀是以无分别智，你这样去要忙这个又要忙那个、啊、这个错了，这个是错误的邪见邪执分别。假定这种邪执分别是对的话，那么佛陀在菩萨因地当中度生度劫行的布施等等，那岂不是错了吗？因为像你这样说，你安住在这个不要动脑筋的，世尊就偏偏要布施，要持戒，舍头目脑帅，他这样做岂不是像你这样的观点来说，他坏了智慧，就错了了吗？所以上面这个话这样，不但如此，道理说明了，下面印那个经证，是念经云，那个经上面呢，世尊跟弥勒菩萨两个人说，弥勒，若诸菩萨为有承办正等菩提，修行六种波罗蜜多，就说得很清楚，说这个菩萨呀，不像声闻，声闻这关智力就算完了。菩萨要攀无上正等正觉，所以要广行六度万行。但是啊，让诸愚人作如是说，菩萨为因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呼吸诸愚波罗蜜多呀，那是愚人错误的。啊，菩萨只要学空就行了，波罗蜜多说别的不要。此事是为破坏诸愚波罗蜜多，这种想法以及他这种观念是破坏其他的六度，错的。无能胜，无能胜就是弥勒菩萨的啊，翻成我们中文的一个意义。是作何事？前为迦悉王时，为救各国自肉食因，其坏秽也。这我们晓得，佛在因理当中啊。那么为了布施救一只鸽子啊，这个公案说，我以前呢在印地当中，我迦悉王的时候，为了救鸽子，把自己的身体布施啊送给老鹰吃，这样做难道就坏了智慧了吗？弥勒被言不也，世尊。弥勒菩萨说不啊，世尊啊，世尊告曰，弥勒，我昔修行菩萨行时，修集六种波罗蜜多相应善根，是诸善根有甚我也？他们问答详细的辨明，这个辨明怎么说呢？世尊有说了，说弥勒啊，我在因地当中修菩萨行的时候啊，为了要修集这个六波罗蜜六度万行相应的种种善根，做的这种事情难道对我有损害吗？
弥勒怎么说？不也是真啊。弥勒菩萨说不是真的，不对的，要这样做的啊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时候他们两位对答，让弥勒菩萨证成要广行。反过来世尊也说，世尊告要无能生，汝也曾于六十劫中正修波罗蜜多，六十劫中正修思路波罗蜜多，六十劫中正修忍辱波罗蜜多，六十劫中正修精进波罗蜜多，六十劫中正修禁律波罗蜜多，六十劫中正修般若波罗蜜多。那不但是我要，你也是同样的要花这么多的时候专门修这个六度。必诸愚人作如是言，为一法而证菩提，为空法此证未能清净诸行啊。有很多愚痴的人啊这么说呀，那你只要修一法，修什么空啊，这个啊根本不了解啊，他的行持也不对呀。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啊都是讲的空啊，哎呀就空啊，布施也不要了，持戒也不要了，说起来空。所以大家了解啊，所以说不该空的都空掉了，该空的都没有空啊，毛病都在这个上头啊。否则的话别人跟佛都错了啊，这一点是这样。下面一层进一层的来说明。那么关于上面这个佛陀这个救个布施老鹰这个公案，永活有的人不了解，说一下。佛陀在因地当中修行的时候啊，那时候他这个正在住在那个正在修行，那么修行啊就有一个天地啊啊来试验我们世尊这样。那么化成功一个鸽子，一只老鹰，实际上那个两个都是啊，一个是梵王，一个地色。那么来追那只老鹰，追那个鸽子，那个鸽子啊就跑的来啊，躲在那个世尊的那个怀抱里边，结果这样。那么这个老鹰就追得来，追得来了以后啊，那个菩萨正在修行呢，一看，哎，一只鸽子躲在那里啊，直发抖。再一看，这老鹰追上来了。那么这个老鹰要追他呀，他保护他，这个老鹰不能下来，这样。那么因为世尊呐、啊，誓愿了，布施甚若头目脑衰，救救一切众生。那、啊、现在那种这个鸽子这么苦啊，当然救护他了。那老鹰就说了：“哎，你救鸽子没错啊，但是你救了鸽子呢，我饿了肚子，我没得吃，我不是受损了吧？”那么老鹰就那个世尊就跟他说。是啊，那你可以啊找别的东西吃啊。他不行不行，我这个习性就是如此，一定要非要这个新鲜的肉才可以，其他东西吃了不行。那你救了他不是害了我了吗？那好好，既然你要新鲜的肉的话啊，我发誓要救，我把我身上的肉割给你吃，那可以。但是呢各是可以的，要一件这个重量一样的重哦，啊你不能少我一点哦。好好好好，这样。然后呢他自己拿这个刀，我们无法想象的啊，拿这个身上的就割下来。那因为他是梵王啊，是第一次来试验的，所以他有神通。结果啊拿那个棒秤就棒的话，你割下来的肉啊就是没有那只鸽子重，那个鸽子啊摆在那头，然后呢那个死人的肉放在那头，怎么割啊就那个鸽子就是重。是身上的肉最后都割掉了啊！那个你想想看，不要说我们身处割掉了，叫你随便划一刀你就受不了了，他自己动手啊。那个时候他人就昏了，昏过去了。后来想，哎，我啊，都生都劫以来就为了这个事情而精进，今天有这个机会啊，圆满我的布施，这怎么可以啊？无论如何大精进啊，这样。然后呢，他最后说好，我人通通爬上去啊，这样了不起啊！他最后就用尽。平生最大智力的人就爬到那个上头去，那是大地流凡震动哦。这样，那个是世尊呢，因力当中生生死死这种功能太多太多了，所以这个地方特别说明，假定像前面就是那个智那堪布这么说啊，你只要安住在无分别当中啊，什么都不管啦、啊，那就对了。说啊，你要想布施要持戒啊，那个是有相的分别啊，
那个都是世间的事情啊，修学佛法不是那样的。假定像他这样说是对的话，那实证亲自说，那么这样做的话，我印地当中做这个都做错了。哎，结果实证跟弥勒菩萨两个人亲自说，这个没有错，实证固然没有错，弥勒菩萨也是这样做。六十劫当中，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啊，刚刚开始修道的时候啊，观念千万不能错。他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啊，尚且这么重视，我们凡夫如果不从因地上面努力，说这个也不要那个也不要，请问你成什么？你什么都不成，地狱种子有份。为什么说地狱种子有份呢？很简单嘛，佛是圆满的经教告诉你这样，经过你这么外去解释，那么人家把佛经的正义把它曲解掉了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确一番好心想去弘扬佛法，结果却把完整的教法都被我们这种误解而损害掉了。效果是什么？是佛一再说，你要杀罗汉，乃至于破坏所有的佛塔，乃至于要把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罗汉杀掉了，对不起，谤法之罪啊还要重。现在这个大乘经典讲的那个这样了不起的空法，我们误解了以后，那岂不是产生最大的罪障吗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堕落逃不了，还说能修行成功吗？在这个地方啊，我们特别应该认识。所以他下面紧跟着说，故若树云有空解，则不须历练修方便分，是谤大师其本身事，所谓未解了义之事。所以有的人说啊，你真正的有空解，换句话说，你啊证得了空性以后啊，其他的就不要的，其他的不要努力的，对不起，那个是啊毁谤我们佛陀因理当中，这是第一个。还有呢，对这个真正的了义见的特征，他并没有解了，没有解了，又谤人又谤法，不得了的严重啊！说作是你种种门修四等行，是为的坚固空解，若有空解，即此变作是大邪见。是有人说啊，说你布施这东西啊，都是什么？你要对这空性呢，并没有正确坚固了解。如果你真正的正确坚固了解的话，那就够了。对不起，这种看法是大邪见，完全错了啊！所以眼前我们是禅宗最鼎盛，大家总觉得禅宗讲空的，实际上呢，对这个禅宗也根本不了解。前面曾经说过，今天再印一下，大家还记得维娘宗的师弟两位，开山大祖师啊，他的老师韦山呐、祖师啊，问他的徒弟啊两山，说哎，这个涅槃经呢，在你看起来有几卷是对的佛说的，几卷呢是错的魔术的。他徒弟怎么讲啊？两山怎么说啊？师父啊，对不起，我看起来都是魔讲的。涅槃经大盘涅槃经，他徒弟居然说都是魔讲的，这什么话？结果、他老师不但呢、不说他不对啊，还赞叹他说，哎，向后啊佛也奈唬不了你。对了，你对那个政治见把握的很正确，你自己一旦认得了以后啊，任何人都不能动摇你。换句话说，那个时候讲的什么呢？他真正正见到空性的时候，所以他究竟证的位置是家行位上面的见到位上面，那我们不管，总是见到空性的时候，空当中实际理地啊，是一尘不受，一尘不染，还有什么好谈？因为我们从这个上面看起来，都好像讲空吧？哎，看到下面这句话大有道理哦。所以他自己的内证的经验报告他老师，他老师非常赞许说：“对了，对了，你完全对了。”但是那下面一句话是：“师父啊，我这个见地啊是有一点的，但是我的行处呢，就是我的方便呢，我的修行呢，对不起，这个是没有。”所以他老师紧跟着说：“这个地方啊，是啊，这贵之见地啊，
先看看你见地见到了没有，不说只行律，暂时关于你行事的地方不讲。我在若干年前有人曾经跟我说，不贵这贵字见地，不贵字行律，一字之差就不要错到哪里去了。他就说这贵你的见地，那行律啊不管的。实际上呢，他们师弟两个说的是说，先你要先见到，然后根据你的见到，然后去修道。所以现在啊，先看看你见了没有，这个行的事情啊，还暂时不要说。啊，你见到了，根据你正确的见解，然后去做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先得根本因，然后呢，再去圆满它。记住哦，这一字之差啊。他大修仙人上千五百世度夜壶啊，我们现在这个凡夫啊，这一念之差的话，那不晓得错到哪里去了。这个是那就禅宗。实际上拿我们前面来说，前面这个经上面十念经上也说得很清楚嘛，到六十劫当中修这个，六十劫当中修这个，六十劫当中修这个，就我们这一祖师啊，他在这个度生度劫当中那段时候是专修般若波罗蜜多，所以他重视的是那个时候他其他的不管这样啊。所以我们还记得吧，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很清楚，我们必定下决第一步最圆满的教法怎么走法，这是下决第一步，把这个整个的轮廓认识了，然后呢找到自己进去的这个方便。那时候你进去的时候一点都没错，一门深入，可以不管于其余。等到你这个做到了，然后呢更进一步啊，一样一样的加起来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我们呢只能说啊，我现在条件不够啊，只能在这个上头啊。同样的，正因为我们现在如此啊，所以现在这个时候我只能念佛，看见你参禅啊，哎呦我赞叹不已，看见你学教我赞叹不已，看见你持戒我赞叹不已，看见你学灭我赞叹不已，然后我们互相赞叹互相帮助的话，那么靠着每一个人尽一点力的话，这个佛法完整的内容还可以具体而为的存在世间。虽然我们个人做不到，确实靠不同的人把那个圆满的佛法还存起来，这是必然的结果。反正你得不到的话，大家偏在一方面，这就是修行教这个了，别的也不要了。然后呢，我学净土嘛帮禅，你学禅的人嘛帮净土，你帮他，他帮你，不要等到外面人呐、来损害你，我们自己就里边呐、弄得来支离破碎啊，这是千真万确的，绝对重要的。当假如能够这样做的话，你会不会说四种过啊？会不会自赞会他？那都没有了。都没有了，所以你得到了正确的认识，跟不得到正确认识就差这么个大法啊！所以他们告诉我们说大邪见啊，紧跟着他一步一步的甚着广泛的来辨明这个事情，此若实实，这已获得无分别智，正是你的大地菩萨借助。他以无分别智获得自在八地菩萨，不需修行，然此非理。更进一步说，我们凡夫先不谈啊，乃至于啊正的加行位或者见到的那些先不谈，特别到了八地菩萨，说假定像你这样说是对的话，你只要证的空性，其他的是不要修的话，假定这个实在的话，有什么错误？请看说。获得无分别智，证圣意的大力菩萨，大力菩萨证的空性的，特别是啊，以无分别智的自在的啊，八力菩萨，那个话叫做到空性是彻底的啊，所以不动地的话，能够啊证熟二地啊圆满证得的那个啊，第五地啊金难圣地。第六地叫眼前地，金难圣地的是能够啊证熟并观，然后呢六地的时候啊证熟眼前，七地是远行地，八地是不动地，那个时候的的确确对着无分别智获得自在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应该就不要再修了，但是这个不对，这个不对。
下面因经上面说，十地经中说呀，与十地中啊，虽各个地与四等分别，四等行别别增上，然余行啊，非不修行哦。它每一个互相似的，故一一地中皆说、啊、修六度或修十度，此等经已无能甚增，龙蒙无作，皆如是解释，定不可作予以解释。上面在任何一地当中，这个都要广修六度或者十度，这是那一地啊，这一部分是特胜，初地是布施特胜，二地是持戒特胜。关于这个道理啊，那从四尊经上面下来以后是无能胜，是弥勒菩萨，不管是再传下来的信宗相宗，没有一个例外的，都是这样解释，就不可能呢、解错，就不会有其他的意义。换句话说，凡是正确有传承的菩萨祖师都这样解释的。那个地方、反正凡是像前面所说的那都错了。紧跟着关于这一点有特别说明，特八地位就是八地菩萨灭尽一切烦恼，以及安住歼灭一切细人圣意之时，看到他那个时候诸佛与被作是劝云，那佛出来劝他的啊，这个八地菩萨证得了这个呀，觉得哎呀，他已经彻底的解决了问题了，那就是涅槃了。哎，那个时候啊，佛就会起来弹指啊，就警觉他，说为此空劫不能成佛啊，你单单到这个地方是不能成佛啊，声闻得觉一切得此无分别啊，喏、你别看小乘哦，小乘声闻缘觉也得到这个，不过量没有八地菩萨那么大啊，是就验证的知来说是一个内容。关于这一点呢、信宗跟相宗所见有不同，这个我们这里暂时不谈它，总是这经上面佛陀亲口讲的，所以说你得到这个不当观我身及智徒等次无量功德，我之立等如也，非有故当精进啊。说你的目的不是要学成佛吗？那么你要不要看他们，要看我呀，我的这个智慧你有吗？我的宝土你有吗？我的无量的功德，我的十力十无十位你还没有啊，所以你还要精进啊，就是你自力来说啊，这样进一步呢，未能接近住有情类种种烦恼之所逼恼，你要不是要为利益有情吗？一切有情的烦恼等等还在，利益人来说你也没有，此佛不应前取舍此人。再说你也不必离开你现在正德的，是正在你正德的当中广行这些，自利利他，这佛亲口说的，所以绝对不是说啊只要空啊就可以了。所以刚开始初地菩萨八地菩萨没有一个例外的，现在我们单单居然说修个空什么都不要了，那完全是个错误。所以说这样的八地菩萨到了这种地位啊，他上西修学菩萨住行啊，还要努力修这个、我们现在得少三昧变身习作，其实于得成为智者所轻笑处。那这地方最后一句话，我们现在稍微得到一点点相应的就已细作了，然后呢其他的都取舍掉了，真正有智慧看的人啊，真觉得可笑可怜了。这一点呢大家千万注意啊，千万注意，我们现在真正的大毛病始终在什么地方，就是自己的障碍，总归得到了一点点，哎呀好了好了我就这样了，好了好了我就这样了。所以真正要忏悔的话，第一件事情一定要把这个拿掉啊！当然毕竟自己不行，毕竟自己太差，那也不勉强，那只好走这条远路啊！尤其是想学大乘佛法的人，这个概念不拿掉，大乘根本谈不到，大乘根本谈不到，这样。不过呢我们也并不要去否定别人啊，他虽然没有这个力量，哪怕那个大乘大乘念念的话，迟早那个大乘啊总是引发，他还是会回来的。可是那时候注意啊，他要回来的时候还要走这个老路子，还要把那个以前啊
这个障碍把它拿掉。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懂得了以后啊，真正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眼前啊那个障碍就拿掉，你拿掉了很快就上去了，何必吃尽了千辛万苦，然后到那个时候啊，哎呀再痛苦的再去同样的要做这种事情。而且你越到后来你的戒心是越来越重，这些越来越重啊，然后你当时进出那个障碍是越来越辛苦越来越吃力啊。就这个道理啊，必定要事前的时候啊先要深思熟虑，你了解的越透彻，那刚开始去做的话越省力。现在做的时候是有障碍的，因为你以前嘛，但是呢现在毕竟那个障碍比较轻哦，所以容易除哦，这一点呢、啊、我们应该认识。下面继续的在印这个十力经，如十力经云：佛子，若有菩萨安住菩萨持不动地，诸佛世尊于此安住法门之流啊，发殊愿力，为令善修如来智慧作是教演。看到亲自在佛这么说，这个经上面说的，说这个这些佛子之大乘行者啊，一直到了不动地啊，那是高得不得了，那个时候啊诸佛世尊释放一切诸佛，在这个情况之下就他发殊愿力，就告诉他启发他，告诉他某人啊，你的目的不要忘记掉了，你现在这是前面说那个，你现在这个不对啊，善男子善哉善哉，说好极了，你现在难得了到了这个地位啊，可是你要注意啊，有一个关键问题啊，当谁证悟一切佛法，是谁也是圣意法人，这个是无生法人，真正殊胜的。然如啊，但是你呀、啊，让上无我之十力界无畏等圆满佛法呀，十力事无所有圆满佛法你都没有啊，与偏求此圆满佛法故，当发精进啊，亦不应舍此法人们。那时候你要真精进了，那也不必取舍这个无生法人之门。他那两句话实际上就是什么呢，那个时候啊发的精进就是会舍的方便，然后呢不舍持忍啊就是方便所舍的智慧。所以八地菩萨的修持的精进我们无法想象的。下面他马上紧跟着来了，善男子，如虽能得此接近解脱，当时持诸一生凡夫未能接近其种种惑种种烦恼啊，你虽然得到了这个解脱了，但是啊很多凡夫啊还没有啊，因为你的原来的目的不是要利人吗，你现在得到了你还没利人啊。有善男子，当年所愿绕亦有情，不可思议智慧之门啊，你要回想你自己的愿力哦，你的愿力是什么，为利有情愿成佛，不管对你自利也好，不管是利益有情也好，你一定要得到那个不可思议智慧之门哦，你现在还没得到。而且下面就说，有善男子，此乃诸法发性，这个八地菩萨所证得的一切法的发性发而如是，随诸如来错不错事，然此发性恒常安住，为一切法空性，一切法不可得性，那就是这个，是吧？是一切法法住法位啊，世间想常住，就是你现在就证得了这一点而已。这样，一切法本来空的，一切法本来不可得，这个特点。下面一句话很有意思：非以次故差别如来。我们106